醒来到悠悠咪咪到，让你猜谜都猜不到。不论动身体或动脑，答对答案才最重要。奇奇怪怪咪咪国王爱热闹，嘻嘻哈哈猜谜大臣爱耍宝。答对就哈哈笑，答错你猜怎么办才好。我是千里眼，看看谁厉害！哈哈，迷迷倒，搞笑七蛋大赛，预备备，开始！好紧张哦，不知道今天谁会赢哎。对啊，那我们一起帮焦大成还有柳大成加油，一起说。Oh my god！ 哎呀，糟糕了，国王怎么变成小花猫了？哎，我们也是哎。哇，这个七蛋射击游戏啊，真的是太好玩了耶！西瓜牛仔，嘿哈！刚刚好像有听到你们说玩什么射击游戏，怎么可以少了我呢？哎呀，糟糕了，是西瓜牛仔他掉进陷阱了。啊？什么陷阱？啊！哪有人家牛仔掉进陷阱里面，也太丢脸了吧！赶快答对谜题，得到咪咪金钥匙，我出来就请大家喝牛奶。咦哈，有牛奶可以喝哎！小小兵，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，赶快请国王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国王。第一个提示是手，今天要猜的是要一种用手可以完成的运动，没错，而且啊需要两个人以上的手才能够一起玩哦。用手的运动，小小兵，你们要想到哪一些？篮球、躲避球、足球、乒乓球，很棒耶。小小兵们想到了很多答案，不过要提醒你们哦，这个运动啊，还要使力，要用力，还要一起出力呀！哦，要大家一起用力的运动，赶快想一想哦！快想一想，答案到底是是虾米？是虾米？加加油，鼓掌打打气，有信心。这运动我也很喜欢，我可以报名参加吗？没问题啊，不过啊，还是要听听第二个提示才可以确定哦。谢谢国王。哦，绳子啊，这种用手的运动呢，必须要有一根长长又粗粗的绳子才可以玩哦。哈哈，那是一定要的哦，用手用力握着绳子这样。嘿，我先拉过来。我再拉过来，拉来拉去，看谁赢。哇，好特别的运动哦！小小兵，猜到了吗？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快想一想，时间快到滴答滴，倒数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小小兵，一起说。我们的答案是拔河。不，答案是拔河吗？请咪咪国王公布解答。需要两个人以上，用手用力拉着绳子的运动就是拔河。恭喜你们答对喽！咪咪金钥匙 open。嘿哈，我出来啦！除了小朋友，待会我就把我的牛仔绳索借给你们，大家一起来拔河喽！嘿呦嘿呦，猜谜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！ 耶、yeah! yeah! ！来喽！哇，小朋友都来耶！一起跳舞哦 ！Happy happy， 我们一起 happy 猜谜，咪咪岛上充满回忆，胜利胜利！一起。
庆祝胜利，一起唱着进行曲。准备好了，在你小兵吹得非常黑。一起来拔河喽！开始！哎呀！每天长大一点点，想象未来更无限，撒上爱的魔力。小朋友，当爸爸妈妈在忙的时候，都会告诉你们说：“乖，再等一下就好了。”可是，一下到底有多久嘞？没关系，现在就来跳这首《一下到了没》，就知道了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一下一下到了没？我要吃大餐，我要，我要，我也要。小朋友呀，等一下，妈妈正在躺一下，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一下一下到了没？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一下一下到了。游戏，我要，我要，我也要。小朋友呀，等一下，爸爸正在讲电话。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一下一下到了没？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一下一下到了没？一下到了没？
要去逛街，我要吃大餐，我要我要我也要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等一下，一下一下到了没？咕噜咕噜咕噜，应该一下就好了。国王，我帮你泡了一壶迷迷花草茶，等一下你一定要喝喝看呢。小朋友，下次我们再一起来玩猜谜游戏。国王，我们跟小朋友说拜拜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玩熊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键。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？也可以看这里哦。